要拉警戒，对吧？要，好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。 我想今天所有发射的飞弹都顺利的命中目标，那么也展现了两个部分的意义。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官兵的训练是非常扎实，那么另外一个部分，那么我们的武器装备透过这个整个的一个验证的过程，实弹射击的过程也得到了一个验证。整体而言，基本上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。 我想，我们对于台海周边的情势啊，都有非常严密的掌握，而且也适时的公布。那么，对于敌方所采取的各种侦查或者是侦测的措施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反侦测的手段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有信心的。